要形成到国家的，可是你想想看，人家日本、韩国，他们二次大战战败了，他承认了，他接受啊。他经过现在，是吧？六十几年、70年，你看这两个国家怎么样？欸，大家都认为他是国际上的强国，生活品质很好，对，讲到他们都是这样子的一流的国家。我们台湾怎么变这样？我跟你讲。我们还不是国家呢，够差的，不入流的。中国那个我认为算是三流的，我们台湾人呢，不入流，够差的。你看，以前有一阵子，中国跟讲错了，中华民国跟那个新加坡在吵架，然后呢，我们那个陈唐山以前那时候他外交部，说品三国还是新加坡，品三国，看不起人家新加坡土地有多大吗？台北市那么大的。 去过，打了说飞机起飞就到联合国了，对啊，请塞国啊，不敢请，他是国家，是不是？他巨大联合国，投一票，他的票跟所有国家一样，他就是平等的。我们台湾那时候中华民国，哦要进联合国，闯了十几次就进去吗？没有，不敢请，不敢去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去过联合国。 我们平民百姓可以去联合国参观吗？我去纽约两次，我去联合国总部大楼去参观。阿扁不能去，中华民国总统不能去，不能去，你们都可以去。你们比他还大。我建议你们将来有机会去纽约市啊，有机会的话去联合国总部看一看。啊，为什么说中华民国总统不能去？他身份太敏感了，不可能要去。 但是平民百姓却可以参观。我们要承认战败，耻辱是一时的。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，就是有尊严了。如果当初我们也是被美军占领的，按照战争法、按照规矩来，70几年来我们恢复正常。以前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，东德西德是分裂的，后来不是统一了吗？对不对？拖了那么久的时间都可以统一，啊，台湾怎么会是？ 就想讲你伤心，你很伤心。好，郭雄不加我，去年跑去见习近平，要说什么？点点点，大哥，他说呢，哎，两岸同属中华民族，都是一方之尊。哦，点点点，我们一生皆有所选择，啊，最后什么？祖先不能选择。他会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知道吗？认人作物，说得好。 祖先不能选择，他想要当中国人啊！他认为他的祖先从中国来的。我跟你讲，血统不是。好，从法理上来讲也不是。等一下我跟你讲为什么。血统上面不了这几天，你没有那个奖金给你钱，血统绝对不是中华民族。哎，不过有说祖先不能选择这句话是事实啊，没有错啊。但是呢，祖先还可以选择啊。变更过，他还改进啊。 你要去什么去？你可以自己改啊。啊、哦，那你可以改。<笑>但是那个血裔啊，留下来血统是不能改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、啊、我要讲啊，他这个观念呢，祖先是什么，就永远都不能改变。你就是那一国人。那我会跟吴伯雄讲，你去跟美国人讲，哎、欸，你们以前那个。 英国殖民地，你们开国元勋都是从英国来的，你们都是英国人，你不应该什么？不应该从英国分裂出来，你们要回归英国。如果吴伯雄这样去跟美国人讲，你们要回归英国，你知道美国人会给他说什么吗？你是他叛徒。10年前我跟着一个美国人学英语，有一天无意中发现他的姓，他的姓是 German，German是德国，我一看我猜他一定是有德国血统。 祖先德国人，我就不用他，你是德国人吗？不是，他明确讲不是。我就问，哎，可是你的姓是这样吗？我说我的祖先从德国来，但是我是美国人。光就清楚，他从美国，他就是在美国出生长大受教育，他爸爸妈妈那一代就已经到美国了，爷爷那一代了。他从小到大在那边长大，他当然认同美国。 啊，吴伯雄在那里长大受教育，
在台湾长大，在台湾受教育，喝台湾的水，吃台湾的米，吸台湾的空气，结果你说你要当中国人，哎，这个心理很奇怪，你天生背景的吗？是不是？怎么会这样？国籍的取得啊，自愿意愿合法，前提是要依照法律。你们那里有一本那个什么《台湾公民权利法案》，对不对？怎么样定出我们本土台湾人的身份？这次有没有法？怎么样定出本土台湾人的身份？当然了，你要有那个日本时代户籍嘛，对不对？知道你是大日本帝国臣民的后裔，没有说这是血统。可是后面他不是说只有这些人可以当台湾公民的，还有其他人可以当台湾公民。那个国籍是可以转移的。早期啊，好了，留学生去到美国，发现美国哇更好，这国家更好，不要回来了，要当美国人可以转。中国留学生更是去到美国哇这么好，不要回去当美国人，国籍可以转移。问题是你认同哪个国家？啊，你这个选择你要效忠他，你不像中国人一样，中国人去到哪个国家，到最后说我还是中国人，那好了。他依照法律了，你就去那边，我全部国家跳级，对，实在是违法。好，柯文哲，我佩服他了。我看过他的那个录影啊，网上录影，他说呢，祖先不能选择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六十几年来，我们都在中华民国管理下，以为自己是中华民国人，你要继续当中华民国人吗？我不要了，我知道事实以后，真的是对的就往前走，对的不要去做，我不要当中华民国。我们可以更重要，我们可以决定子孙的未来。如果没有选错了，我们的子子孙孙一样就是这样在这边打转，到国际上就是什么更加不平等，永远挨在一起。你要选错吗？这里啊，本来有一段短片我想给你看，而且我把它跳掉。我是要证明说啊，这个真的是柯文哲讲。然后呢，他这边故意啊，讲变态啊，吴伯雄，你们你客家人不是有义举的精神吗？吴伯雄看到三个字吗？他故意嘲笑，就讲一个笑话啊，这样。有兴趣你们可以自己上去看。我这边都有资料，从哪里出来的？我的资料从哪边出来的都有写上去，你可以跟后面要，然后自己上网去看。好。哎呦，我觉得啊，柯文哲这个人，看到他我真的很佩服，他很厉害。我想要找他来谈一阵。以前啊，我跟那个我们同仁讲，你们有谁认识他的亲戚朋友认识他，我就跟他讲介绍他，你认识他。结果讲两三届都没有动静，我说不行，我自己去讲。我知道他有那个什么，那个脸书，我上面跟他讲，他不是要选台北市长吗？往上面写起来，我支持你当台北市长。要当台北市长，除了参加中华民国选举，还有另外一条路。欢迎你来花一个周末时间来台北政府上课，可以相信。我就在那脸书上面留这些。啊，留完以后过两天再上去看，如果你知道怎样吗？啊，被删掉了。那是当然的、啊，当然啦、啊。我意思是说啊，大家要拿出行动来。虽然你觉得这个好像，当然不是塞啊，拍摄也拍摄，啊，也许不是有很大的，但是还是要试试看。还是要试试看。啊，但是我觉得吼，他又上电视上去跟人家辩论了，对不对？他大概不可能，应该是不会被人回答的吧？对啊。但是他就算选上台北市长也做不久啊。你觉得你要执政啊？是吗？那他这个是人老人少，如果没有机会的话，好，他没有介绍的。啊，他不接受，那是他的选择，那是他的选择。哎，那我们下一代希望当哪一国人？这是我自己上课的影片啊，我把它录下来给你们看。啊，上架。麻烦你啊，讲错了，台生。啊，麻烦你把这个影片给我一下。然后那个灯关掉。正确的答案都可以，你讲的我是什么人，这样最好，都没有关系，正确的答案都可以。过来吗？台湾来吗？还是没东西？
啊，是拢有心。看好了没有？看好了。眼睛闭起来。啊。眼睛闭起来。来，认为你是中国人的举手。没有关系，你怎么想就怎么想，没有关系，不要管别人啊。好，我看一下。暂停。认为你是台湾人的举手。喂，你好，不要举洋手啊。好，请问一下，认为两个都是举手。好，请问一下，两个都不是的举手。哎，这么快，都没有举手的举手。我看他不是，他不是人啊。好，再来，我看一下一个题目。如果让你选择，你想要当哪一国人？中国人、台湾人，请问这边过来。那请问这里归哪？看好没有？看好了。好，来，眼睛闭起来，不准看别人。好，想要当中国人的举手。好，想要当台湾人的举手。好，慢点。想要当美国人的举手。我接下来。好，慢点。想要当日本人的举手。好，慢点。老师，他有问题，他想当南非的。刚才想要当中国人的你，想要当台湾人14个，美国人7个，日本人12个。刚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有3个，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有26个，认为两个都是的3个，两个都不是的没有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一段影片你们可以从里面看到了。这个是中南部的一个学校，照理说应该要全台湾去调查这样才走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从我自己翻身调查，我发现呢，想要当台湾人的，然后当日本人最多，刚好跟我们的台湾民政府入住是一样的。我们在外面讲的时候啊，被人家宣传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说：“哎，你们台湾没有上海那么乱。”可是你看这样子，不会啊，你们年轻一辈的刚好是什么想法跟我们一样，是他们想要的。哦，好，再来啊，那我先啊。有责任感的台湾人，如果不会谈钱有更多，对不起子孙。同样在这个演讲里面啊，我跟学生说了啊。我现在哈，二次大战到现在都是几年？假设啊，因为我还没结婚了。如果我结婚了，20年后孩子长大了，在20年后呢，他生小孩，没有，他结婚了生小孩，在20年哈，孙子也长大了。那这样子呢，20年再20年，40年嘛，再加上60几年，100多年。如果台湾都没有走出去，还是像现在这样子的话。有一天，我的孙子跟我说：“阿公，你鞋送起来，你在干嘛？100多年，台湾是这样子，怎么回事？”我不知道怎么去跟我的孙子回答。你觉得？现在你知道这条路了，你在台湾都有上课，你要尽一份力，不是只有为自己，也为我们子孙。美国的第二个总统。我很佩服他们开国元勋是真的有理想有愿景，他想要把国家带怎么样？他说呢，这是他写给他太太的一封信里面讲，我必须研究政治跟战争，这样我们的孩子才能拥有自由去研究数学和哲学。
我们还是在研究数学和哲学、地理、大自然历史、造船、航海、商业、农业，这样他们的孩子才能有权利去研究绘画、诗词、音乐、建筑、雕塑、刺绣和瓷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们第一代的人啊，先研究政治跟战争，然后他的孩子呢去研究这些实用的知识，然后他的孙子是什么？去研究艺术，一代一代一直发展下去。他想到是他的后代子孙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难过，薪水一直往下掉，物价一直往上涨，我们自己的生活都来不及。可是呢，今天让你知道了这个唐明镇，你就不能只是为自己，你想办法为我们后代子孙去努力，多少做一点事，不管你能做多少，就做做看。好，去年九月，我们的这个主席啊，在美国召开记者会，他讲什么？就是现在已经发了，很简单，就是讲日俗美善，然后讲美国宪法，哎，讲说美国那个法院的判决，台湾人没有国籍，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，生活在政治利益当中，就是讲这个，自己的三天来上的是不是？好，时间快到了。这个我还是讲一遍，以前我们都是，打广告找人讲，找人来办身份证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年有一不一样，我们要取证，我们要取证。好，我希望你们为台湾民众做这件事情，祈祷。如果觉得你不好意思跟人家讲，至少你可以做这件事，祈祷韩国一定找到你们，他们这种找到这样的。然后人民生活越来越好。好，本来还有一个啊，一定要给你们看，直接来不及了。你们去可以上网自己去看，五月天他的一首歌《猛男》，我觉得很像讲，很像在讲我们台湾政府。去听听看，你真的会感动。啊，我们先上到这里就好，谢谢。我想请好好又可好好好又有三档，谢谢。